在这个寒冬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温暖。在此，我也要代表大家感谢久违文化上海文化广场、北京演艺集团、东方演艺集团。如果没有这几家单位的团结一心，大家也不可能看到我们这部作品。感谢你们来天桥艺术中心，跟我们一起见证属于我们大家的奇迹。最后，还请大家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闪光灯，我们一起来张合影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来。我们长大要把自己拯救，那
到好久作业的人一起守着希望身为后浪眼中有星光，哪怕梦一场也要尽情去绽放。对我一无所有，但我无所谓，渴望幸福绝不后退，但我不会欺骗，我讨厌说谎，做我自己拒绝露着了没有？
响，就是拿着手机不鼓掌。起来唱《梅罗娜》，因为一首歌曲好听，就因为城市人杰地灵。假如你欣赏这舞台，我比爱，实际上但都一样，很少有人大街大的。嘿，既然已经走进我家，那就看看我们的舞者。我们享受众神保佑，不免一死却很长寿，谁都是自己的主人，这就是梅罗娜。实际上那都一样，很少有人大惊大愕。嘿，既然已经走进我家，那就听我演几场美丽梅罗娜。像天堂在人间，灵魂在。